然后今天是把这视频放在群里边啊，然后是各个的这个咱们第三梯队的群，然后是也发过去啊，把这个视频放过去。然后是怎么回事？然后就是包括有一些啊，就是咱们把这个发出来以后，有的人不会使啊，也不会用啊，但是这个里边确实需要有一些技术含量啊，就不能一个人一个人讲，太麻烦了。所以说这个抱歉啊，很多事情其实没有想的那么多啊。就是有些东西吧，确实没想到你们不知道怎么弄啊，不知道怎么弄的话，就找你们各个地方的骨干啊，就是他们就是主张培训去怎么弄，怎么有组织的去玩一些东西去。我们把信息已经包括银行卡的这个信息已经全部发放到各个地方的骨干啊，让他们来分配啊，具体怎么去折腾，完了以后由下边人去安排啊。所以说有问题的话，直接找你们当地的啊，他们会主动分发你。发10个或20个，包括这些资料这东西，看你去怎么去玩，怎么去弄，是吧？这是一个问题啊，这是一个问题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有可能有些东西啊，人数太多啊。因为确实知道啊，现在确实这个经济并不是太景气啊，想大家想在这个，想在这个这一方，在这个在这一方面啊，就是到最后的这个。扰乱金融这一方面啊，想捞一点，想赚一点啊，不是不可以啊，是可以啊，然后是，去努力的去找你们地方的这些骨干去弄去啊，因为在这边折腾不能，我不能帮的太多啊，就是包括有一些问题什么的，不能及时回答啊，包括发送一些视频各方面都是我的助理去帮我去弄去的啊，包括有一些东西，所以说这个。技术上的问题，包括后台的问题，在群里边是去解决啊，包括有一些 bug，包括也是一些，也不断的在更新当中啊，就是大家不要再着急，因为太多啊，十几个银行呢，完了以后这些 APP 都在弄啊，两个一个安卓一个苹果啊，都在弄啊，所以说大家就是稍安勿躁，不要太着急了，都特别着急，国内的都特别着急。都想赚钱，都现在钱都特别紧啊，都在失业当中啊，所以说大家是稍安勿躁，把心情放平了啊。目前现在所处的状况也不过是一种体验而已啊，你不要想的是未来这事情什么很黑暗，很没有希望和没有憧憬什么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保持一好憧憬的感觉啊，一定要有憧憬啊，一定要有希望。不要做一些过激的事情啊，就像是什么跳楼啊、乱七八糟的，太傻了啊！所以说这个是给大家是说到这里啊，包括这些信息各方面，大家应该知道是怎么去玩啊，怎么去弄啊，多听几遍也知道是怎么去弄去了啊。这个 APP 怎么去玩，怎么去弄，怎么信息啊，卡号的信息、名字的信息都已经发放到各个骨干手里了啊。再次再给大家说一遍，应该明白知道怎么回事了啊。然后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是这个王毅啊，中国的外交部啊，就是在日本啊，看看什么情况啊。中国是不报的啊，中国只报喜不报忧的。驚かせましたが、河野大臣は一歩も引きませんでした。今天是你第一次在国际上演讲，也第一次在东亚公司上发言，但是听着你的发言，非常感谢，很失望。中国には、大国としての振る舞い方というのをやはり身につけていただく必要がある。外務省関係者は、知った者同士だからこその忌憚のないやり取りだったと説明しています。また、河野大臣は6日夜、这个战狼外交已经不灵了啊！你包括刚才他说的话，下边就一些翻译啊，大家可以看到了啊。非常硬气的一些反驳啊，这些话呢顶过来是无法再说的，知道吧？就像吵架似的那种感觉啊。所以说，战狼外交啊，一是装横，装横完了以后啊，不讲理啊，不讲装蛮横不讲理。再就是说诈啊，就是骗啊，诈完了以后再不行的话，就是什么就跪下啊，就这三招啊。一个是啊不讲理，说话特别横，战狼啊。第二个就是说欺诈啊，你就像那个刘鹤原来跟川普总统似的，任何合同都签，签完了以后就是不知情啊，就包括 WTO 意识的啊，
就是先骗，骗完了以后，然后到最后了不行了啊，骗不过去了啊，没办法了，怎么就跪下了啊？跪下这个就是一个流程啊，所有的都是啊，你就看他那个劲头啊，没什么文化，就这么折腾啊啊，谁他妈都能当这个外交官，我们看啊。驚かせました。大家再看一下啊，这是这个肯尼亚总统啊，你看看肯尼亚总统。又给人家钱，又给人修铁路的，你看看啊，人家是什么样的劲啊？啊，翘着二郎腿啊，跟王毅是王毅吗？啊，应该是外交的王毅啊。是什么？只是素质低，而并非无礼。我操！你快别他妈扯淡了！再他妈的，你再不给钱，无礼不礼武，你给钱给不够的话，他妈就支持台湾去了啊！这他妈你惯出来的，对不对？你人家来了就是要钱来了，你不给钱你试试，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中国现在已经基本上到尾声了啊，就这样的事情会很多。就大运会你就看出来了吧，是吧？199个国家就来了6个国家，6个国家而且还没超过50人，你搞得那么大的阵仗，是不是？假如又是不上班，又是发菜，又是发自行车，不准什么什么，不准开车，不准骑电瓶车。我操，行，这阵仗真够大的，牛啊！希望你多演几次，接着演下去啊！是，自己的战狼啊，自己的战狼外交官都没了，是不是？至于是为什么，你心里也有数，对吧？现在这个状况下，谁不为自己考虑，对不对？就你那个，就你那三脚猫水平，你也不想想人家。那一派别的好家培育出来的子孙，是不是？这个你人家有人家的血统，是吧？人有人家的利益，对吧？你这是好家伙，你提拔上来的，哇操！你弄的这东西，哇操！不灵了，没那两下子了啊，实力不够了，差不多得了啊！想多活几天呢，不被上绞刑架呢，就对老百姓自己国内老百姓好点啊，老百姓也有可能还替你。就是你下边的这些百姓呢，被你愚民过呢，有可能还替你喊几句好话，把事儿做绝了啊！现在是天灾人祸，工作不好找，都在这种情况下，把事儿做绝了。我跟你说，伤天害理，事儿做多了，老天在看着，绝对会把你灭掉，啊！不信咱就走着瞧啊！这个社会的这个规律啊，包括这个《道德经》里边所说的这个规律，大家可以细细品啊。事儿做绝了。差不多了，老天就该收你来了，啊，所有的人，啊，一个人犯错误啊，是这个人的事儿，个人原因啊，有可能就是贪污啊、腐败啊，是不是？啊，一小撮人呢，有可能是这个地方的人啊，有可能制度安排的不当，是吧？这有可能是这个省市啊，或者说这个制度安排不好，或者说这个团体的有勾心斗角的现象。整个体制的整个全国的贪污腐败，那他妈就是你的事儿了，老天必收你，不信咱就走着瞧吧，好吧，就是最后的看你怎么挣脱了啊，怎么玩，还想闭关锁国让老百姓一块儿给你共命运啊共吃苦，你去你妈的吧，你看哪个他妈的会给你共命运，操，你看看你在上面能掉几天啊，咱们就不信咱就走着瞧。